Blackpink Jennie 最近发行 solo 新歌 Mantra， 在韩国和国际排行榜上占据热门名次和话题，尤其在中国音源榜上的成功引起了粉丝和网友的关注，也引发了大量论坛上的讨论。 Mantra 在中国多个主要音乐平台上取得了傲人的排行榜成绩， Jennie 的歌曲登上了 Apple Music、 QQ 音乐、网易音乐、酷狗等平台，甚至 QQ 音乐的 K-pop 音乐录影带排行榜上前几名，赢得了广大赞誉和关注。这对任何歌手来说都是一项重大成就，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， Mantra 不仅在中国引发全面的热度，新歌在韩国所有排行榜都进入了前10名，美国 iTunes 上排名第一，证实了 Jennie 全球超高人气。